世界名曲《毛竹林》。那我现在只介绍两，就是它是等于说这首歌里面的 A B A， 我只介绍 A 就好。那重点是，等一下我示范是，我可以从这首歌所有一切以后啊，我教很多拍子，作为这个为主，你们就可以，你的新同学也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像我今天等一下教一首最难的，就是《刀索》那种拍子，那我也是用这个来介绍，也是用这个拍子。然后，那我先教一下新同学啊，新同学回去怎么弹，你现在也可以弹。然后我教一下他，新同学学不上。那新同学呢，只要其实你直接回家了，你只要你觉得你还是一样把认真一样，每天上台的时候你一定要一直弹一直弹，哆发西哆发西一路弹到这边来，然后再来认真了，一定要弹，不管你弹什么你每天都要弹这个。好，这个灯很熟了以后开始，好像这个假如说你无趣的话你就开始弹手，对，就然后这样子。好，那这个先决条件你一定要，假如说你认真的都不会弹都没有关，也没有关系，就是固定在那边哆发西咪拉，从这，因为这首歌是小调的话，从这边开始，然后啊，这个手指啊，就是弹这边，就是固定这边，这你们都会吗？连转都不要转，现在只是假如说你认真的都没办法弹，就这样。啊，右手呢，全部一样。还是拉瑞手这样执行嘛，对不对？扩大，现在你又缩小了，这个就是小孩子都学这样的，本来是这样子，然后你把它缩小了，这手这样是这只啊，小指，就等于说全部一个图案是这样，本来是扩大的嘛，然后变缩小。你那弹着，拉西哆发，嗦拉西咪，发嗦拉瑞，都手指都全部这样，然后全部都一模一样。你可以练，先练右手都没有关系。这样子，那你只练，你甚至于开始也是只练一小节，不，就这样练够了。然后再来，如果你愿意再加，然后像这个像细扣他已经会弹这个认真二了，对不对？好，一样。这个比较难一点，这个是大和弦，那你们如果不会的话就也是一样固定这样的。就这样练啊，这你们的功课好不好？你们新同学就是先把认真一弹好，认真的弹好，然后有多余的精神，你就可以，你说老师我想弹一首歌，你就弹这个，而且就是机械式的，对。老师为什么有一个七零呢？ Diminish， 那是 Diminish。老师那个六麦小调，哪一个？六麦了呢？对，那是。好了，我顺便讲一下。七零是什么？这个既然一问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说，不然我说我专门再开一个什么这个，对你们来讲，你像这个。这个好，这是 M， 这是 minor 的意思，小的意思。
但是我写的时候呢，都好像看起来跟秋一样，对不对？一般以为是减号，其实是 minor。所以说这里面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有几个和弦的，这个叫 minor 是小和弦，小和弦，这个是大和弦啊。所以目前你看，一个小一个大，大，这个是 diminish， 这个 seven。所以你看看，我们光是这个就可以把它所有解释一下。和弦呢？和弦，顺便趁这个机会，你问到的时候我就顺便讲一下，这样你们吸收的时候会比较有一点那个跟你有关联性。如果说我一下就讲一些和弦的话，你们到时候都听得不咋咋。那现在这里面有两个 minor 的结构呢？注意啊、哦、，minor 的定义是说，它的定义就是二三，你记住啊。比如说拉哆咪，它的结构是二三，那这边只要是小和弦，全部结构啊都是二三的结构。这边呢是属于大和弦，什么都没写，就是大和弦。假如说我们都来讲吧，它的结构是哆咪嗦，那它的结构是三二。等一下我再用键盘告诉你们三二。还有什么东西 ？diminish 的结构呢？这样，这个叫减和弦呢、啊、，diminish 它的结构是西瑞发，那它是等于说二二，啊基本上西瑞发还一个这个伸缩的音呢，这样拉，这是属于减和弦了，已经算比较高阶的和弦，啊这个叫西瑞发，这二二，然后再来一个 seven 的定义呢？就是等于说咪、升、嗦、西、瑞，它的结构是这样的。那它的定义呢？加个 seven， 你可以把它看成两种不一样的。这个也是三二的结构。然后呢 ，seven 的定义呢 ？seven 的定义等于根音下面一个全音，根音是咪，下面一个全音就是瑞。可能这样的话，你们可能一下子你们头都昏掉的。那我现在没关系，我现在讲一下，你们先背这两个好，一个大和弦，一个小和弦，背这两个好。记住啊，小和弦的结构是二三，大和弦的结构是三二。那我用键盘来解释，你们就比较清楚。小和弦你们先记起来。那大和弦的结构呢？大家看一下啊，你们不是弹这个哆咪嗦吗？对，哆咪嗦。然后它的结构呢？记住啊。这个就叫和弦，和弦就是说它的定义就是说它规定了是一定要有三个音才叫和弦，你不能什么音都什么叫和弦，这样子就不叫和弦，这样也不叫和弦，这样也不叫和弦，一定要三个音才构成和弦，这叫和弦的名字。然后和弦呢，这个叫大和弦，为什么叫大和弦？你这样先压下去，你先不要判断它说是大还是小，但是它的定义就是根音找到以后，三度音、五度音，这叫做它的三个结构，根音、三度音、五度音，这样子。然后啊，你再看这个到这个音啊，中间隔几个半音，三个半音。所谓半音，就是钢琴里面最短的距离啊，叫做半音。这个以前我教了好久，人家听不懂半音。什么叫做半音？就是半音，就是钢琴格子之间最短的距离，它们的距离就叫半音的距离。你看这个最短的距离是到它、哦、这个是到它，这个到它，这个是到它的最短的距离，不是这个、哦、是这个这样子最短的距离，这个是半音的距离。所以它的半音，这个然后这个跟这个也叫名字叫做半音，它跟它也是半音的关系，它跟它也是半音，它跟它也是半音，它跟它半音是半音的关系。那你想想看啊，根音到三度音之间，它们隔几个半音，一个两个三个嘛，是不是三个半音？然后这个三度音到五度音，它为什么它就叫这边隔两个半音？因此我写在上面，就是写个三二，表示说它的结构是三二的结构。那我今天如果说是，像你看弹那个 A minor、拉 minor， 就也是一样，也三个拉哆咪。那它为什么叫小和弦？那它因为是，你看这个音跟这个音之间结构是什么？两个半音嘛。然后这个音跟这个音，这个音跟这个音结构是什么？三个半音嘛。所以它的结构是二三，就是小和弦，
它是游戏规则是这个样子，你们要知道定出来的规则，就是大和弦它是三二，小和弦是二三，这是游戏规则，这样。比如说 seven， 所谓这个叫做大和弦嘛，三二嘛，是不是大和弦？嗯。然后呢，如果再弹一个这个音，最后就变 seven， 那它怎么来的？ seven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根音啊，下面一个全音，这个和弦下面一个全音，它的定义啊， seven 的定义，就你要记住这个定义，就下面根音下面一个全音，所以根音下面一个全音是不是这个音，这个半音嘛，然后这个是全音，然后这个就这个 seven， 那你们现在呢，我看甚至于都老师刚刚讲 mi seven 好了， mi seven 好，你看一下 mi 小和弦，它是不是小和弦？因为它的一看就知道根音在这边，它隔两个半音嘛，三个半音嘛，是不是二三是小和弦嘛？那事实上大和弦，那就必须隔三隔二嘛，然后再来一个 seven 的定义不是根音下面一个全音嘛？这样，所以说基本上同学呢，可能都已经这个你我自认为你们现在只要记住大和弦跟小和弦就够了。大和弦定义可不可以告诉我？三二嘛。小和弦是二三嘛，好，你只要掌握这个就可以了。好，你们不是这样一路弹下去吗？对不对？哆发西咪拉瑞嗦哆，又弹嘛。可是弹到这边 C 大和弦 F 大和弦，这个变成小和弦了，不是小，这个 minor 减五啊，这个叫 B minor 减五，所以那它就小和弦了。你看，你这样弹这个，它的结构既不是二三，也不是三二嘛。它是二二，看到没有？隔二隔二。它的如果说今天是小和弦的时候，它应该是隔二隔三嘛。但是你明明弹这个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名字就叫做，这叫 B minor 减五，五度减半。但是它另外一个名字就是 diminish 定义就是隔二隔二，然后再来一个隔二，然后再来一个，这个才是完成的 diminish。所以我画一个圈圈就 diminish。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说你们现在会弹，你自己脑袋瓜里面要稍微用点心脑去分解它，去理解它，那可能是没有关系，你现在讲了一大堆，你头有点昏了，你要记住大和弦小和弦最重要嘛。大和弦就好比我们社会里面的男生一样，男生用的最多嘛，男生跟女生各一半就对了，女生也是用的蛮多的，所以男生是三二，女生是二三，记住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